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和平卫视中文台学者访谈节目今天我们依然给大家请来了几位年轻的学者那么首先是来自云南大理的米宇刚米阿红 Salam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这是来自云南玉溪的赵荣亮赵阿红 Salam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还有来自云南开远的马亚马阿红 Salam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学生作为一个社会的群体作为一个民族的希望社会的希望载负着特殊的使命而作为学生也是我们应当关注的一个对象那么作为学生所应当具有什么样的一种品质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交流过学生首先要有一颗虔诚对于求知的明确目标要有一个美好的初衷并且学生还应当在他的求知过程当中面对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各种事物带来的一些影响和干扰而做出一些区分怎么样去选择怎么样去放弃那么学生首要的任务就是求知所以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几位嘉宾学者一起来探讨一下学生如何去对待知识以及传播知识的人如何去对待老师好首先赵阿红请您给我们来交流一下学生对待知识的态度应当是怎样的 Bismillah wa alhamdulillah wa salat wa salamu ala habibillah amma ba'du 首先感赞全能的伟大的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很高兴再次跟各位亲爱的观众见面那作为学生我们应该遵守的一系列的礼仪这个主题这个话题那在座的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都不并不陌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话都是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因为我们的先知算了拉红的三种教导我们 talab al-ilm talab al-adab 是求知其实也就是寻求礼貌寻求一种道德所以如果没有高尚的道德没有高尚的品质啊，这个学生的话他也并没有学到真正的知识所以我们的先知算了拉红的三种把这个知识的核心所在在于 adab 礼节就正如我们的先知算了拉红的三种告诉我们他伟大的使命核心所在也是在 adab 道德方面他说 Baistu Dibutamim Makarim Al-Akhlaq 我的使命我被派遣到在东亚上成为人类当中的使者我的使命的核心也就是为了利物他米们卡里们阿克廖格为了完善人类的一系列的美德所以作为学生当中那我们在上一讲的话已经涉及到了关于学生的一些礼节问题首先要端正我们的心灵要净化我们的内心这是必须具备的那我们已经探讨过其次的话我们也探讨过关于我们的学生应该要尽量减少与世俗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联系也昨天提到的我们的一些关于手机问题啊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家庭的影响啊或者生意买卖各方各面我们要暂且把它抛弃一下才能学到知识那其次的话作为一名学生作为一名学生的话还要以美化我们的道德为我们的核心所在这一点的话也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如果我们不美化我们的道德不建设我们的心灵不以我们的心灵建设而为出发的话那么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对知识的容纳也许会有所束缚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是的是的
咱们提到的这个学生，学生对于知识求知期间世俗事物的这种隔离，或者说暂且放弃一些事物，一些杂物与学习无关的一些杂物，其实也并不是说让学生不去关注现实生活，不去关注社会，不去关注身边的一些事，或者是一些这些琐事。那么我们中国人讲话，学而时习之，也就是说在学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专注，而在学到了知识以后你可以去进行一些生活的实践，是这样吗？对，我认为还有一点，就是学生的话必须要注意这一点，就是要作为在学这个在听取汲取一系列知识的时候，那我们那个要对老师的一种尊重，有尊师重教，这一点特别重要，就不藐视我们的老师，要听取教诲。对对，就因为老师的话他毕竟是为人师表，也就正如一位高明的医生一样，一名高明的医生，我们是作为学生的话，我们都是有病的病人，有的病的话病得重一点，有的话病得轻一点，所以你不能说还有老医生你为什么要给我解剖，要给我开刀，要给我动手术，哎，这个医生你为什么要给我吃这么苦的药，但有的病人的话医生的话要给他打点滴打吊针，有的病人的话医生的话要把他送到手术室进行做手术，切除里边的一些痼疾，所以作为老师的话他会观察学生，所以我们对老师的话不能藐视，老师对你一些安排一些教诲你必须要听从他，所以尊师重教这一点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位学生应该注重的。对此我也有一点想法，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个内容不轻视这个知识，尊重这个老师，当然这是现在用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来比喻这个学生学习这个知识，就像一个蚕一样，是不是？对于这个知识的话应该是孜孜不倦的就是储存起来，那么像这个蚕一样拼命的在拾这个桑叶，到最后的话能够储备到一定量的这个储备的时候，那么把它奉献于这个作为其他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样这个学生也是一样，那么今天的这个时代那么也是一个网络还有知识爆发的一个时代，那么很多的知识，那么对于学生来说也就是在掌握，我自己认为在这是在掌握好就是最主要的这个知识的这个前提下，那么我们有必要就是还要去掌握更多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汉语，那么我们这个学过这个阿拉伯语之后，那么更多的是要把它对于这个国人就是要讲述这个到底阿拉伯语在说些什么，要通过一种简便的易懂的那这个来讲，那这有待于我们就是要提升这个汉语，那对此的话我就是希望就是我们学生就是在掌握好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知识的这个前提下，那么应当还要去掌握好其他的一些知识。对，正如刚才毛老师所说的，作为一个学生我们不应该轻视任何一门知识，无论是信仰方面的知识也好还是生活方面的知识，我们作为一个学子都不应该去疏忽任何一方面的知识，尤其是信仰类的知识。昨天我们大家已经从尊贵的古兰经当中了解到，阿拉斯潘莱台来说只有学者才敬畏阿拉，也就是说只有真正了解知识的人，心里面有知识的人才懂得敬畏，所以说这是知识给我们穆斯林的信仰带来的第一大益处，就是懂得敬畏，拥有敬畏。那么同样除了信仰方面的知识，其他的知识同样也能够让我们获取很大的利益，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知书达理，首先你得知书然后才能达理，所以说知识对我们品德的建设也是非常有很大的利益。那么刚才两位老师呢还讲到尊师重道，这同样也是我们现在面临了很大的一个问题，无论是在国办学校也好或者是民办学校，很多学生他对于老师几乎没有任何的尊重，
那么大家经常看新闻，前面一段时间肯定看到在新闻上播出这样一则报道，他说一个学校老师跟学生发生冲突之后，家长就来了，来了之后逼着老师全集体上楼要跳楼自杀。那么从这样一个简简单的事情当中，我们不去计较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发生，就是说这些老师有没有跳楼到底，或者说他们的跳楼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事情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几乎没有什么尊重可言。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要尊重老师，要尊重知识。当然要做到真正的对知识的尊重以及对老师的这种尊重，它首先是建立在一个对于知识和老师的存在的价值的一种肯定上。对，当他认识到这是一种有价值的应当受到尊重的这个对象了，他肯定会油然而生一种尊重。但是怎么样去认识这个知识，这就要看我们的学生怎么样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人去给他们引导这种贵重尊贵性，他们可能无法自己去理解。所以在古兰经当中，真主下降的第一次下降的经文里头，真主已经告诉我们，安拉他教人写字，安拉教人用笔，安拉把人所不知道的知识教授给人。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走进我们的演播室。那么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这个话题主题是学生对于知识的尊重以及对于老师的尊重。那么学生对于老师和知识怎么样去进行发自内心的这种尊重，首先要肯定知识的尊贵性。而真主在古兰经已经给我们启示的经文当中就告诉我们，知识是来自于伟大真主的一种恩赐，它是真主给仆人的一种最大的恩惠之一。所以当学生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首先应该出于对伟大安拉的这种崇敬而产生对于伟大安拉恩赐的恩惠的一种尊重，是这样吗？对，那个作为这一方面的话，我有我个人的一种看法。也就是说，作为学生的话，要对老师的尊重，他必须要对知识的一种重视。也就是说，那个它是一个逻辑并联的。我们也说哈，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纽带关系。说学生现在为什么他会对老师不尊重？就因为他对知识的重视不够。就像我们一个人的话，为什么我们的今天的工人他会尊重老板？就因为他对钱，就他已经重视了。他重视钱的话，所以他为了钱他不得不尊重你，而且哈，为了钱的话他必须要尊重你。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哈，我们为了知识的话敷衍塞塞的对我们的老师的一种敬重。因为对知识的一种，首先要让学生认识到它的一种价值。就正如我们的先知阿里斯拉姆告诉我们的，阿拉黑克麦图多阿拉图的莫米尼，知识是信誓一世的一封骆驼，是信誓一世的遗失物。就像我们一个人的话，丢失掉一样东西，我们的一种宝贝，我们的一个证件，我们的一个钱财，你说哈，那个一旦再拿发现它的时候，难道我们会说让它再丢一会儿，我明天再来拾它吧？要马上捡起。所以当时有人去问我们的再传弟子哈桑巴斯拉，拉迪瓦拉环诺约安拉希耶他，说哈，那个你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学者，而且你对知识特别的酷爱，说请你给我们讲一讲你对知识爱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哈桑巴斯拉说，当我听到一个有对我有益处的这样的知识的时候的话，我好像我整个全身从头到脚都长满了耳朵，好像我的耳朵不仅仅只是一双耳朵，我的全身心都是耳朵，去尽力的倾听它。然后有人在问，那哈桑巴斯拉，你这样的一种热爱知识的这样的一个人，倾听这样子，那知识你怎么样的去获取，怎么样的去保护你的这样的一种知识呢？怎么样的去保护那种知识呢？他说我对知识的保护
就犹如卧鸡尘埃的一个乞丐，拥有五块钱，卧鸡上的乞丐就拥有五块钱，对五块钱的这一种保护程度去保护他。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前辈伟人，我们的伊斯兰学者，这些圣门在传弟子们，他们的一些光辉的一些典范，他们对知识的一种渴望。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我们的在传弟子哈桑巴斯拉拉迪拉哈纳洪，他是一位很驰名的学者。当时有人问我们的哈桑巴斯拉说，请问哈桑巴斯拉，你是怎么样的去喜爱知识的？他说，我喜爱知识就犹如一个卧鸡尘埃的乞丐去喜爱贪爱那碗饭一样，那个食物一样，一个饥肠辘辘的乞丐，对，饥肠辘辘的人的话，得到了食物的话，那一种哈，饥肠辘辘去要一定要拥有那种食物，那种渴望，那种渴求知欲。然后人们在问了哈桑巴斯拉，你这样的一种求知欲的话呢，知识很多啊，那你怎么样的去获取这样的一种知识呢？然后哈桑巴斯拉说，当我听到一种知识的时候的话，我的全身的细胞就好像都是一双双耳朵，洗耳静听。他们就说，那像你这样的爱知识、渴望知识、热爱知识，那你怎么样的去把你那么多的知识的话完全能够保存得住？他说，我对我所拥有的知识的一种珍惜珍爱的话，就犹如一个乞丐所拥有的五块钱，他唯一身上的五块钱，他对那五块钱的一种珍爱。所以我对知识的真爱是这样的，安拉对这样的一些信士们的一种慈悯。所以伊斯兰教对学术、对知识的一种重视程度的话，早在1000多年，古兰经圣训都在提及。说今天的话，我们的国民教育也好，世界上的很多教育机构也好，才开始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但我们1000多年前的话就重视了。所以作为一个学生的话，你首先不能轻视知识，要对知识的一种重视，紧接着的话才会对老师的一种尊重，才知道哈，老师他拥有知识，他拥有这种保障。如果我不尊重他的话，我不对这种知识的一种渴求的话，我就不知道拥有保障的这个人的真正的价值。所以阿拉苏巴汗努特拉在古兰经里面告诫我们说 ：“Inna fi zalika la zikra liman kana lahu qalbun aw alqa sam'a wa huwa shahid。”说对于他用心，就有心并且用心静听的人，始终一定有教诲。安拉苏巴哈努特拉在这些古兰经当中狭隘的指是指古兰经，对古兰经的一种倾听，对瓦哈伊的一种倾听，但是泛指所有的知识。你对任何知识的话，只要你用心，我们说的不要心猿意马，一心不能二用，真正的去倾听它了，那始终的话一定有一种教诲，你能够从中获汲取到一定的营养。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尊师重教，首先我们不能轻视知识。你要培养一个学生的话，真正的爱知识，他要渴望知识。这个地方我举个例子，比如在一个地区，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小孩，小学3年级的学生，然后那个地区的话都是靠经济收入的话都是靠交通运输，从此地到从家地到一地的搞交通运输，所以他们家里边的话有一辆大客车，而且收入特别可观，那个收入不菲。然后他做作业的时候的话，他很捣蛋。有一天的话，老师让他去做家庭作业，布置家庭作业。第二天的话，他没交，让老师，哎，你为什么不交作业？他说，为什么要做作业？我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啊，我家里边有大客车啊。我家里边都有收入，现在有的是钱。所以他的哈那个对知识的一种轻视，没有重视这一点，所以导致了这样的学生的话，他没有明白为什么要学习。所以我所讲的，也要对老师的尊重的话，首先对知识不能轻视，要培养他的一种对知识的一种热爱渴求。所以就像一个卧鸡尘埃的一个乞丐啊，非常想吃那碗饭，饥肠辘辘的人一样的，这样的话才行的。对，就正如刚才赵老师所说的，作为一个学生，我们义不容辞的两个首先义不容辞的两点呢，就是要尊重知识，
要重视知识，其次就是要尊重老师，尊师重教。那么尤其是我们穆斯林，知识在我们整个人生的信仰过程当中，它是举足轻重，无与伦比的。你看阿拉斯潘拉特在古兰经当中也明确地为我们说明，说人民中只有学者最敬畏阿拉，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掌握知识的人才能够懂得什么叫做敬畏。那么作为我们穆斯林，我们人生就是信仰，信仰就有敬畏，所以说真正能够赋予我们敬畏的还是知识。那么正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知书达理，有了知识，知道书了，才能够通情达理，才能够拥有一个成为一个具有良好品德的人。所以说无论是信仰的知识还是除信仰以外的知识，我们都不容疏忽，都应该重视。那么当一个人他知道知识的重要性，他明确知识的重要性之后，他就会去呢尊重自己的老师，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尊师重道，这同样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学子义不容辞的一点。那么我们纵观现在我们整个社会，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国办学校也好，或者民办学校也好，甚至我们的清真寺，我们的阿校，很多学生对于自己的老师都是几乎没有任何的尊重，甚至看不到尊重。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他们对知识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所以说对知识也疏忽，对老师也不尊重。然后在我们中国古代啊，中国古代只有有钱人才能够上得了学，但是很多有钱人他们请到教师给自己的孩子上课的时候，当孩子每天去到那个私塾里面读书的时候，他首先进去不是马上就坐到位子上就去上课，而是先跑到老师面前给老师鞠个躬。当然我们穆斯林不要求你每天上课的时候给你的耳红或者给老师鞠个躬，但是最起码大家要明白这种道理，尊师重道，这是我们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不应该疏忽的。所以说我们首先要知道知识的重要性，要尊重知识，然后呢要尊重老师。是的，是这样的，学生只有真正认识到知识的价值，就像有人所说的，我追求知识就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如饥似渴的，有这样一种对知识的这种强烈的企图心，我们才可能会得到知识。因为每一个人他都将得到他内心所举意的，真主会让人实现他内心当中所要追求的那个目标。所以说尊重知识是学生成功的首要条件。好，谢谢大家的观看。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